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风破。那我们今天要玩的一样是 Shift 翻转空间，然后它这个是二代，然后这个它已经跑好了，那我们就可以开始了。等等，我调一下音量。好好，那我们就可以准备开始喽。HD version available now for your iPhone。哦，这可以在你的 iPhone 或者是苹果电脑上玩哦。不用啊，反正我只是要玩那个，我只是要玩那个正常的而已啊。然后这个是变成女生了，变成了女生。啊，这个一样是在说那个，You have done well in the final full scan. I'm proud to present you the. 他说我已经获得了一个成就，是不是？等一下，这个好强烈的既视感，这不是上一次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吗？等等，哇塞，又来一次！作者，你要不要那么凶残啊？哦，算了，我自己赶快来吧，习惯了。他刚刚说这个东西稍微有点问题，我们再修理它。怎么爆掉了？哎呦哎呦！刚那个是发，他好像是说发生错误，结果叫我不要去那个门，结果跑进来了。Oh, you think you're so clever, don't you? Well, you're not. I bet you don't even remember that you can press shift or down. 你按下，你按方向键的下也可以，哈哈，他还说给我听 ，No upside down test to give you a hint this time. That's right, I'm not going to remind you it's space to jump. 你什么都跟我讲了嘛，按空白键就跳啊，然后按 shift 或者下的话，你就可以使用那个，就可以使用那个。Shift 的反转空间的效果。And need I remind you that to open doors, you need. 哦，他在重复之前教我的那个，就是你用钥匙，你用钥匙可以解锁。有些钥匙并不能打开所有的门。哇哇哇！这有点帅啊，二代变好帅哦。Please be aware that Shift 2 does not record your game progress via timer or any。哦，这个是一次要破完的，是不是？好好，了解了解。变成了女生了。这是死掉的，是用另外一种方式。要重新，我要重新弄。Hello，这是我们这位女主，突然为什么换成女主角？不理解。然后我们要走这里，下，耶，拿到钥匙。Hello，Hello，这样子就可以轻松自在的走过去。207。不是说没有那个计时器了吗？真是的。Wait one second, is that door sideways? How on earth can you enter a door that can be reached? You might as well just give up now. 哦，他跟我在讲，他在说的就是那个门。处在一个很奇怪的重力位，处在一个很奇怪的地理位置上，所以我应该不可能经过那扇门，要我放弃，怎么可能呢？哈哈，我新功能，Yo，Check space can be removed by collecting a less。
Icon, how is this possible? With the power of your imagination. And is that music annoy you? It press. 哦，诶，所以这个东西就不能使用 Shift 的功能，好像要使用那个灯泡吧。然后如果我要关掉音乐的话，那就直接按 P 去暂停，然后回到 Menu 那个地方去关掉。嘿，这样子的话，我们还要先把灯泡，哎，哦，吓我一跳，我以为吃不到，吓到我，嗨啊，阻止那玩意儿 ，OK 的，耶，嘿，呵，看一下那字 ，This timer is not keep track of your progress, it is.Purely for medicinal 什么东西啊？算了，不管它。呜呼！重力标志是传说中的重力标志。哎，过不去。不对，不知道。哎，哎，是怎样用？不行，要这样子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OK， 要转。Hello， Oh yeah， 好吧。You must reach the door in less than 什么？竟然有时间了。哎，就，哎，等，竟然有时间，不可以啊，不可以啊，哎，怎么过？哎？怎么怪怪的？我有点愣住了。我根本就是在同一个地方打圈子嘛。蹲蹲。啊！过去了、啊。等一下，我觉得我会死掉。走出那边，然后从这里走。那just kidding， 你要 take it， 你要用多久都可以。哎、欸，你很讨厌哎，哇！不过说真的，这个真的很需要时间去思考。这个设置也太那怎么讲呢？就麻烦了。这比想象中还要困难，因为这个东西会一直转。明明就是这么简单的，像是那种医护人员的标志而已。啊，弄错了。啊，头好昏哦。好了，跑。哎，哦，对，呵呵，忘记。呼。过了，过了，过了。哎，他是没讲话了。然后这个需要这样子，这样子。那我们就可以回来。哎哎哎，等等。下去嘛，然后这边是接下来要去哪里啊？等一下，让我思考一下，我思考一下。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觉得好像卡，有点卡住。
不对，好像只能走这里。等等，等等，我思考一下，我真的需要思考一下。现在我们在黑色的部分，黑色的过不去啊。哎，不对，不能走这样啊。吃不到那个。耶。有点小卡住，那个东西都到这里了，原来是这样啊，要突破盲点啊，然后就回来。嘿，好的，这个小心，有，哇，这根本就是 F1 赛车那个线嘛。然后接下来这边结束了之后，走这里，这根本就贪吃蛇阵。It's telling a truth，什么东西在？这个在讲什么？什么东西在讲什么东东？还说这在讲述一个事实，可是我不懂啊，我不知道你那个事实是要跟我讲什么的事实。嘿，这关简单多了。呜呼，泡泡女孩。我以为瞬间被打到呢，吓到我。哎呦，小心点！哎呦，等等。有必要？哇哦，好惊险，惊险呢！哎呦，OK，哇，有点惊险啊，这一关。注意，这一关是 CPU 怎样吗？Please，如果这一关有很卡的情况发生，请提升你的电脑性能。这明明就是作者你自己故意用的吧？这关真的好卡。我可以确定是这一定是作者自己用的。真的，哎，没有事哦。啊，等一下，我刚看到谁？Joking again？No，No，wasn't that annoying？这个也太……那个只是游戏效果关系。好，那我们就继续，跑喽！一样在这里，这是没有那个烦人的那个需要电灯泡的东西了，没有起跑线的玩意儿。哇！这真是太凶残了！自杀时间。
You kidding me, right? 可是我真的没有地方可以闪欸。啊，要走右边啊。这个那个要走右边，要不然你一定会死了。哎，没过。啊！等一下，等等，我要确定一个东西，这样子嘛，然后。不行，好像碰不到。难道我真的要这样子用吗？等等，那门不能直接让我过就好了吗？不。我再测试一次。不能直接，这样不算过吗？嘿？啊？什么？怎样啊？啊，那我刚刚不就算过了吗？真是，发生什么事情？还是说还是要跟第一代一样要动一下？我操，真是变多了，这有点小惊恐。不，哎，哦，还好，吓我一跳。哎，这边不能。什么情形这？跳，哦，有，哎，发生什么事情？哎，过了吗？哇，我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呢，我刚刚只是不小心往左边一下而已。你看到那段，你要完成了这个最后的关，你要完成这个关卡，然后如果就是你走过去，你就可以拿到你的那个成就。哎。拿到了，哦耶！没有像第一代那样子的，yes。等一下，这怎么又要打这个？这有点帅啊！这关又要干嘛？不是说已经结束了吗？Bye！哇，好棒哦！哦。太棒了，二代做的好棒哦！2008年做的作品可以做这样子，太棒了，我超喜欢。好了，那我们这一次的 Shift 2就到这里为止哦，到这里结束了。那希望你们会喜欢，那我们就下期再见，See you。那来看夕阳。